红色总有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不过在口红界里，红还有100多种红，那么你能说出几种呢？一起来完成本周的任务吧。亲爱的社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回到新一期的社区竞赛。又是一个紧张而繁忙的一周，终于到了周五，马上就可以休息了。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社区竞赛情况。首先我们走进文章大赛来看一下，来自捷克的 Mark Quick 荣登榜首，恭喜他获得1800美元的奖金。而来自俄罗斯的 Lucas Fox 则位居其次，恭喜他获得1300美元的奖金。来自马来西亚的 Rahman SL 则获得了800美元的奖金。同样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其他获奖者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信号提供商大赛，来自乌克兰的 Lord 93位居榜首，恭喜他获得2000美元的奖金。而位居其次的是 Saint Frantic， 恭喜他获得1500美元的奖金。同时我们也再次恭喜 Saint Frantic 在6个月提名奖之中获得了1000美元的奖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受欢迎的交易者竞赛结果，来自越南的 Tuhan 在该竞赛之中位居榜首，恭喜他获得6000美元的奖金。而来自印度的 Lavi Bandit 则位居其次，恭喜他获得3500美元的奖金。来自乌克兰的纳达利则获得了2500美元的奖金。同样还有27位获奖者，请参与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我是维珍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